陈其迈风光当选高雄市长，还没正式上任，已经有人磨刀霍霍准备号召罢免。脸书社团割麦行动已经有将近3500人加入，甚至出现公民割麦子，似乎就是说陈其迈卖勾来，宣誓罢免市长连署活动起跑，这股不满情绪又在推升罢免泛绿议员的浪潮。就是有被骗的感觉，不好就是要罢免啊。没关系啊，就让他们用啊，可是我相信投票率应该没有那么高，因为正当性很像不是很足。高雄罢免潮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凤山清洁队罢免黄杰，第二阶段门槛2.9万份连署书，现在不止突破门槛，还收集到了3万多份，会进一步针对凤山76个里进行地毯式摆摊，力拼目标4万份。如果是人民要展现民意，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所谓的政治攻防的说法，这个是人民要显现民主价值的一个光芒。另一头三民区这一出罢免战，包含郑梦入、何全峰、康玉成、林宇凯都被点名，而且集中火力要下架康玉成，甚至还做了摊康退散、符咒样式小卡，大搞噱头冲声量。我们目前大概将近6000份，对，那希望至少在未来的时间可以快速累积到我们第二阶段的份数，大概3万左右。有了罢韩先例，港都由蓝天变绿地，民心浮动，罢免的种子四处飘散。环宇新闻林维凯、伊丽婷高雄报道。